你们有多少人看到？哦，啊，看到的请举手。看到了，站起来好吗？哦，看到了，请站起来。我们还有楼下的吗？是不是？你们俩啊，你们愿意讲话的，就拿麦克风给他们讲，他们看到什么人？师尊好。师尊顶礼坛城，我来西雅图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头都是昏的。后来呢，昨天晚上知道说是祖先要来参加法会，他极力的通知，因为我只有报主起，主起的时候没有特别写到祖先，所以呢他一直通知。然后昨天晚上知道之后呢，我就请王继贤教授，因为是王家的祖先，所以呢他就特别又报名了一次。然后呢师尊去加持后面的那个往生位延生位的时候呢，我刚刚跟王教授也到后面去请王家的祖先到跟林家的祖先到那边到往生位去。那刚刚师尊用这十分钟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去跟祖先们沟通，请他们跟着阿弥陀佛跟着法船上去。那么我刚刚看到我已经过世的公公王进贤教授的爸爸，以前他做漂配的还带着西装笔挺，带着领带，然后挂了一个这个，他是特别来宾来告诉我谢谢他要离开了，然后跟着很多人排队要上法船，排很长很长的，也看到我自己的邻家的阿姨，还有我的表哥，还有我的阿公，还有我的阿嬷。那我自己的父亲已经在上面了，因为他披了师尊所赐的什么杯？陀罗尼杯，这样。那我今天非常的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感恩师尊，感恩诸佛菩萨，感恩。还有有人要做见证吗？还有谁？那边。啊，给他们，给他们。师尊你好。刚刚在师尊说要给我们十分钟祖先的之前，我们在同修冥想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我父亲历历挂怀，化成一个光，然后他就从地上往上飞走，然后他就要跟我道别。然后后来师尊说给我们十分钟想我们家人祖先，我就跟我爷爷奶奶礼生如礼貌起，爸爸妈妈奶奶有一直无数的跟我道谢，我就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谢谢师尊。
还有呢，我们再请几位。阿弥陀佛，师尊。I'm going to try to speak slowly. So, during the meditation, first, many sentient beings came from all the realms, begging for liberation. And when Shizun gave us time to visualize our ancestors, all the ancestors of all the people here came in front of them. I could not see them. I could only see shadows.But my relatives from my mother's side and my father's side all came beside me and took refuge in Guru. They were at peace, and I apologized to all of them for taking so long to deliver them. And all my enemies came and went away, evaporated, and were taken away on lotuses to higher realms. So I'm very grateful. They're all at peace now. Shishin.再给两个吧，再给看到的。师尊好，我刚才有看到我的母亲和父亲，我母亲显现的是在观世音菩萨净土里边，上面写的是极乐琉璃光净土，那个地方是一团一团的像琉璃一样的光芒，圆圈当中呢有一团光，那个是我母亲。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梦到我父亲给师尊献哈达，我直觉的感觉就是我父亲已经在真灵界真正的皈依师尊了，因为师尊有讲过说我父亲在天上做官嘛，那么以前是我帮他做皈依的，那现在他是自己真心实意的皈依师尊了，还有刚才看到其他的，可以跟师尊汇报吗？可以，你可以讲。好，大致有这么几项，就是师尊在就是点香，大家唱龙香赞的时候呢，有吉祥天母哥萨尔王下降，多杰佐列下降，从天上呢降下来像金色水晶般的莲花，降落到所有的法台上，然后在法台上出现像栏杆一样的火红色的彩虹光。上面呢有十万空行母站立，其中呢有空行永护，空行永护在唱歌，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语言，还有雪山五天女、弥勒日巴祖师下降，师尊的声音讲说有，如果修出多杰所列的火焰，可以烧掉自己的贪嗔痴，自始至终呢，师尊与多杰所列合一，然后师尊献出自己的红光化身，那么这个彩虹光呢跟以前在华宏大法的不太一样，是一圈一圈的，然后里边是三色的，然后慢慢这个彩虹光呢变成一团火，这个火当中呢就是上次有跟师尊汇报的七色的琉璃心又出现了，然后大家在给师尊献哈达的时候呢，出现了无数的多杰佐列接受哈达，然后再回到师尊的这个彩虹光里，师尊说超度众生呢，我有看到像古代军队的方阵一样的众生在等待超度，那么师尊呢还有很多龙王给师尊顶礼，师尊和阿弥陀佛合一，高冈观世音菩萨下降，光彩照人，身放七彩的祥瑞光，那么看到一排排的骷髅呢，经过师尊祈请七如来，让他们身上都长出了肉体，穿上了衣服，现出了美丽的这个身姿吧，然后就是师尊身上放出了五彩光，照耀所有的这些被骷髅这个加持过的，不是师尊加持过的骷髅，他们都上到法船，然后师尊讲说，众生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我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苦难，愿众生永远离苦得乐。好，谢谢，谢谢。
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完以后，师尊心轮放出了，就是像齿轮这样的光芒，然后照亮这些受加持的这些众生，这些大众呢都这个身体变成透明的，这个无色透明，然后上升到莲台上，最重要就是也不算打广告了，就是现在师尊戴的这个哥就是帅这个带，我看到灵界里师尊把一个带一个带叠起来，请护法送给所有的现场大众，赐福所有大众都能够增加福分。然后就是师尊的胳膊上长出很多的刺，就是代表说因为替我们众生受苦，所以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师尊无怨无悔，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大家能够珍惜师尊，请佛注视，谢谢师尊，谢谢大家，谢谢。站一位好吗？顶礼师尊，顶礼今天的主尊阿弥陀佛。我是来自中国广东汕头的。其实师尊没有说让大家静十分钟的时候呢，我今天很奇特，本来我参加法会我都会精神很集中，之后呢今天法会一开始我莫名其妙的睡了三次，每一次都是被我的师姐把他推醒。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大海边，哇，很多人很多人都戴着手铐镣铐，之后师尊在上面那个手啊一挥，那些手铐铁那个手镣铁镣全部都落在那个沙滩上，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很轻松很欢喜那样在跳跃，之后呢茫茫的大海那边呢就真的是来了很多的那个船，船都会放光，那些船全部都是放光，之后就被我家的师姐给推醒了，推醒了我就以为是我自己睡着，我也没有什么，但是第二次很快又睡着了，就是在半醒半睡的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呢他圈着他的好像一个哥哥，就是本来我是没有见过他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耳边里面能够听到他的名字，他叫庄若义，有义众生的义。之后他们两个人就登上那个法船，之后还有很多人也就排着队这样上去，之后每个人呢都是身上有光，非常奇妙。之后又被太太推醒了，推醒了就本来又很认真，但是没有几分钟又迷迷糊糊的又好像睡着了，之后看到的是每一部船都这样升上去，之后很奇妙的是每一部船都有师尊有阿弥陀佛在上面，感恩师尊。好，谢谢。我们站一位好吗？站一位，他非讲不可的。顶礼师尊，弟子来自台湾。刚刚师尊说给我们同门，大家可以在观想观见到那个祖先们。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开始就泪流满面。那在中间过程的时候，我见到我的父亲，然后穿着的白衣，然后念我的名字，说你好，念了三次。然后来又到后面要看师尊说要解说，我要看到母亲，也见到母亲的景象，感恩师尊。好，谢谢。